觉得这个其实设计还是没问题，因为它手感质感特别好嘛。对。但我觉得如果是使用者身上的话，一直这么拿着看书的话，我觉得塑料可能会好一点。不是，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这个，就是新的 Kindle。对。然后它目前是一个。Kindle 里面最高最贵的应该是不是？对，最贵的。雅皮哥只买贵的，只买贵的。然后你觉得它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它有问题嘛，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手感摸起来超一流啊，就是很好的手感，因为铝做了阳极氧化灰色、嗯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，因为我的 Kindle 经常掉，因为塑料可能就是摩擦力比阳极氧化铝还要高一点嘛，就、嗯、经常往地上掉。但塑料我就不怕，因为塑料掉下去没什么问题。对对对，但这个东西掉下去就我很伤心，我会两只低。它是不锈钢的吗？还是什么？它是铝的阳极氧化，因为铝很轻薄嘛。啊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它这个，如果就像那个苹果手机一样，你掉落下去以后，这个四个角很容易就是被绊到半缺嘛。摔坏嘛？摔坏，对，因为它这个角是很，这个直角，这个角是很，相对那个苹果还要差不多，应该是这个 R 角，应该差不多。嗯，第三，所以一定要买一个保护套。如果你买这个的话，一定要选一个保护套。对的，嗯、我记得上面是，我记得是有一个保护套，就是保护到它那个电，而且那个壳子可以给这个 Kindle 充电的，是这样的。哦，那还好，但是你这个就增加重量了嘛？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个 Kindle 的话，你主要是一个很轻便的可以携带的这个读书的工具，对不对？对的。那如果是你用一个壳子的话，就会增，因为你铝的阳极氧化，比如像金属，你本来就金属本来就会增加重量，那你再用一个壳子的话，重量就更加提升了。OK， 来，现在我准备去理一个发型，因为今天没有洗头嘛，然后就戴了个帽子，准备去头发有点长了，没有什么精神。嗯，对，你这种发型好，不用天天打理。对，就是简单一点嘛。对，然后短头发就可以。放有人抽过烟的。对。我现在对抽烟很敏感。对的。昨天到了一个酒店也是，只要有人抽烟就没办法。对，居然有人越 low 的场合就会有这种。对。没有规则。对。去越高级地方，大家越会遵守规则。就昨天我们去了个酒店，还是不差。万豪酒店也不差，但是。对，还是有人抽烟，而且居然有烟灰缸。培训服务员的培训不太好。对。管理人员，管理人员，没安全。放烟灰缸就是管理人员的问题。室内是严禁抽烟的。嗯。哟。怎么是红色的？这个是发蜡这个颜色吗？发油。哦，发油。先擦发油。定型的话就是先擦发油，对吧？再擦发蜡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嗯，不用发胶。你要擦亚光的发油的话，就要喷一点点干胶，会好一点，定型效果好强一点。擦发油，这个起来，这个基本就是造型的一个教学了。太帅了。可以的，很酷。那个现在准备下去拉一车的那个碳花，对，走吧，走，我们现在下去就是量一下尺寸，就是拉着碳花过来，然后要看一下它的尺寸对不对。OK。拿个高位。那个人都是笨，他搞点夹子，就是四川嘛。
说新的话，听这个声音感觉有点不好做。我刚说清楚了呢。哎，我小王来了，我们收放的现场啊。我说十，那不是十，非常收放。我说十放弹花，我不是说百分之十，我有个九点五放，我都差盘子，我都认说。我说我都认。哦，我都明说。什么？你只是打杆子打直柱子哎，这些又为什么？你要那那底下要喊人家弄啥子？收口吧。弹那就没得噻，全部点那个柱摸，哦，晕了你这。台湾有两个手表要穿一个手表的。真，我跟你说你。